刚刚到菜园子割点韭菜，今晚上来炒韭菜吃。这个三响具啊，我都整整的黑了一大个圈呀。家里的奥斯莫早稻现在已经收割完成了，就还剩下两亩地的晚稻还没种下去，快了，快接近尾声了，感觉都要松一口气了。嗯，今天早点回来做饭吃。大菜我也不太会做，就弄几个比较下饭一点的菜就行了。这个晚饭呢、啊？是啊，哎，你去把里面的那个龙虾拿出来，弄着去吃去吧。好，你饭煮了没有？下了米饭了。好，这虾起了有好几天了，再不吃掉去，天气太热了，养不成。哎呀，这韭菜还难吃到，里面好那种枯枯叶子。捡来，这是我今年春天腌的这个春笋啊、哦！哎呀，弄点来炒肉，使这个酸酸的，非常非常的下饭。闻这个味道就要流口水啊！这个泡菜就像蜜蜂好，看看这一潭水就知道了，一点那种白花都没起，现在掏出来就跟新鲜笋是一样的，还脆脆的，好酸呀、啊！先放上去，放上去。用啤酒焖一下。完工。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去集市买菜，家里有啥就吃啥，就简简单单四个菜，菜做好了，天也黑了，爸妈也快回来了，然后我们也要收拾收拾，等我爸妈回来了就一起吃饭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了，拜拜，我去弄碗筷。